还是要去再了解一下就对了，要再了解一下，然后才能做出自己的看法。会去投票吗？会啊。你的立场是？同意，我会去投。你的立场是什么？是不同意。你会去投票吗？还是会去投票。有时候我会看啊，不一定会参与。我怎么认识你？你不回台湾，你不台湾人呢？会去投吗？或者是会去了解吗？会啊，会去投，了解完会去投。